白山水带来的不仅是水，而是长白山岁月沉淀的纯净，更带着大自然的天赐祝福。长白山，白山水。亲密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第23届农心杯世界围棋团体锦标赛的赛事直播，我是贾刚露。今天的解说嘉宾是世界冠军谭夏九段。谭老师好。露露好，亲密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天元围棋。那今天啊是咱们中方的这个攻擂者李倾城九段去挑战擂主景山裕泰九段。对。然后这一届的农心杯也是格外的激烈啊，就是在昨天景山裕泰战胜卞相一之前，还没有人达成过连胜。对，是的啊，每个人都是赢了一盘棋就被下一个攻擂的给赢下去了。对，而且这一次因为我们的这个首先范廷钰也早早上场，然后呢朴廷桓也提前出战。对对，所以这一届的农心杯感觉各队啊就是更加的这种排兵布阵，让人家就是让我们大家有点出人意料。这是景山裕泰啊。对，那景山确实，因为我们知道上一次日本队在农心杯上连胜已经是6年前了。对，所以景山这一次啊接连战胜两员大将，已经是非常出色的发挥了。对，景山是不是有点换发型了？对，那今天攻擂的李倾城九段呢，大家知道他是出了名的快枪手。对，也是中国农心杯选拔上来的。对，也是我们今年基本上农心杯的选拔那是非常的残酷，对吧？过五关斩六将才可以。农心杯选拔是李倾城、李维清和范廷钰选上的。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李倾城攻擂，肯定我们棋迷们也是期待他能够这个把景山裕泰给挑落下来。好，那这盘棋呢是我们下午1点钟开始的，我们可以先进入棋局。好。这盘棋是李倾城的黑棋。因为比赛呢是采用韩国规则，所以是贴6目半。这盘棋的开局特别的快啊。是的。本身李倾城是超级的快枪手。我们觉得他农心杯的话对他用时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赛制，因为每放1个小时的棋，他到下晚也不见得一定用得了这些保留时间。对，那我们知道在读秒中啊往往会出现很多故事，因为可能随着时间的关系到后面你要做一些抉择。对，所以呢这个用时我们觉得对青仔来说还是不错的。是的。那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看到今天其实景山的这个前半盘的进程非常快。他也是刻意的去减少自己的用时，把这个宝贵的时间留在后面。对，而且我看他好像白棋的话啊，今天他猜到白棋，他每盘棋还换了一下布局。今天跟他前两盘又不太一样。然后现在一个简单的定型之后，他选择了点33。对啊，白棋一个小目33开局，这也是比较简单啊，比较容易的一个下法。对，所以感觉到今天景山的一个策略就是说前半盘一定要不要花太多时间，不要下到太复杂的局面。是的。那么在现在棋盘上这个黑的飞啊，飞的话白的现在应该不太敢直接拖。虽然米是飞刀很复杂，但是由于现在有争子关系，可以看黑棋这边子力比较多啊，在这边形成战斗的话白棋不太有利。所以考虑到这边的争子，白棋现在就是顶的。感觉这盘棋景山的策略应该就是想啊把格局下的比较漫长一些，前面尽量减少用时。这是景山的一个策略。对，那我们刚刚也说了青仔一直都下得很快啊，李倾城九段。所以今天的这盘布局呢，大家可能看到的也发现了，就是一上来属于噼里啪啦。对，就是双方的进程都很快啊，落子如飞可以说是。对，那么很快双方在这里呢就下了一个点33的定式的基本型，因为现在可能很多棋友知道本身有吃这个。但是现在这个地方的争子呢同样也是黑棋有利。是的。所以如果是这个定型的话呢，白棋不太满意，就棋友们要注意这个地方是不能被争掉的啊。如果是这样飞，现在由于争子的关系，黑的啊把白的直接争掉。可以看这个地方白的肯定跑不出来，那么白棋在这个局部呢就会吃亏。所以说局部白棋选择吃这个也算是一个本手，然后下到黑棋打吃的时候，白棋呢局部来讲以后是留有打吃出来或者提一下的不同选择。对，那现在呢景山是选择的脱先。
啊，在这里我觉得很有意思。嗯，因为这个定式现在白棋绝大多数一般都是下打吃一下。嗯，然后当黑的打吃的时候，白棋在想啊，我是提掉呢，还是脱先或者打断？嗯，那在人工智能呢这个地方，它往往给出的是，哎，我吃在了一路。这样的话，黑棋打吃，我白棋就直接提掉啊，它不给自己任何的选择权利。嗯。是的，所以从我们的思路来讲，那既然我还能提到这儿，我肯定是愿意吃在二路，这样我至少是多一些可能性。对，是的，嗯，啊，这个就是人类和人工智能的一个区别。嗯，是的。啊，我刚刚看到镜头里好像景山是离席了一下然后再回来。嗯，对。好，那我们继续啊，看到就是白棋呢在这里点三三告一段落，嗯，然后就再来点一个三三。点个三三啊，因为现在其实点完三三已经下了20手棋了，但是双方基本上没有花任何时间。嗯，因为也是局部的一个基本型。嗯，然后现在黑棋呢选择的挡上方。嗯，这一点也是，就棋友们发现过去啊，咱们老说就是你想经营哪一边，你可能就挡哪一边。对对，然后你可能比如说挡了长或者是怎么样去经营这一边。嗯，但现在咱们发现多了这个飞以后，就往往有的时候黑棋越是要经营这边，它越是选择这个方向。另一对，嗯，因为现在可以看下面这条边的话，黑棋不太可能去经营，嗯，啊，这条边不太可能经营上面啊，上面这条边，对，因为这个座位的关系，这个，方向的关，啊，嗯，啊，上面这条边不太可能去经营，嗯，啊，黑棋要经营的肯定是啊右边的这条边，嗯。对，所以啊，就是这个时候黑棋虽然是挡这边，但棋友们注意他还是要选飞啊。嗯，他希望白棋呢就是如果说再选一个这样的定式的话，那么黑棋两边就可以形成呼应。对，这个时候我特别想问问，如果白棋拖的话黑棋会怎么办呢？啊，如果拖啊，因为刚才说过啊，这个右下角由于白棋争子的关系啊，啊，这个白棋不能拖。那么我在右上角，嗯，现在可以看这个争子白棋是有利的，就是这个基本图。对，可能棋友们应该也都见过。白棋顶，对，就是当长的时候，黑棋压，嗯，白棋扳。这时候如果黑棋争子有利，黑棋只需要一断啊，这个白棋就崩溃了。对，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个争子。对，但是现在显然黑棋是不利的，那么黑棋就要走在外面或者是下一些其他的定型。对，那么黑棋虽然争子不利啊，但是现在黑棋可以选择啊，可能是这个方向。对，他觉得在现在的这个场合下他的配置还不错。虎粘，黑棋会继续虎粘，这个也是现在很流行的一种定型方式。那么在这里呢，黑棋有夹和长的两种下法啊。夹，嗯，的话就是赤脚。嗯。啊，黑棋夹，白棋立。黑棋点，白棋打拔。那么黑棋扳啊，下了扳，基本上这个右上角的定型就告一段落。嗯。那么黑棋吃得了脚上的实地，而白棋取得了外面的外势。啊，但是可以看现在的这个配置上，嗯，黑棋应该不太满意对这个定式。嗯，对，因为白棋一提花之后，黑棋的模样就基本上烟消云散了。对，现在的方向的话，其实黑棋可能更会选择这个。啊，对对，因为这样的话里面虽然是双火，但是白棋会虎啊。嗯，然后黑棋点，黑棋点，嗯，白棋呀，白棋啊，白棋侯。脚上呢是一个双活。那么其实这个双活也有挺有意思的啊，白棋粘住。这个中国规则和韩国规则啊，这个在双活中，嗯，啊，这个计算的方法不一样，计算的目数是差不少的。嗯，现在白棋，嗯，啊，继续扑。嗯，黑棋比如说提一个。嗯，那么我们看成双活。白棋补一个啊，补一个，这个定式呢基本上告一段落。嗯，啊，但是如果双活的话，中国规则在这里呢啊是对黑棋比较有利的，有远双活的话黑的184就赢。嗯，啊，那么韩国规则就不一样，这个地方等于是黑棋没目。嗯，啊，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韩国双活呢这个地方白棋必须把黑的子提掉。
哦，等于白棋这里也是扣一目。白棋要扣一目，以后的话白棋当最后数目的时候，白棋需要提掉黑棋扑，白棋再提掉一手。在这里是有一个小小的差别的。所以说这个地方中国规则和韩国规则对高手来说很关键，有可能差了两目棋。那么可以看形成这个定式之后呢，我觉得黑棋还不错，现在黑棋的这个方向比较满意。嗯，那么黑棋右边的这个打模样非常的宏观。嗯，对，它整体的配合很好。而反观白棋，我们知道一般这个呢它是一个比较低的，所以白棋的这个后势它的搭配上很直观的看起来是黑棋在右边更饱满一些。对，是的。嗯，那所以说这也是白棋为什么不拖的一个原因啊。白棋拖的话下成这个图是可以预料到的。那黑棋也是，这是一个预想图啊，白棋就不能这么下。是的。所以呢黑棋选择的挡了飞，那相应的啊白棋预见到了黑棋的这个如意算盘之后，他呢也选择了不同的下法，就是他虽然还是选择的顶，但是呢他的思路跟右下角就不同。嗯，他在黑棋搬的时候啊，他又选择另外一种定型。对，如果白棋跟着搬，黑棋还是短啊，黑棋说我接着把你这个角上封进去啊，现在甚至黑棋还有可能外搬，由于这个三三的一个征子的特殊性，这个黑棋正好把白棋征掉。嗯，这你如果是打吃，对，再打吃，对，这个征子是正好征掉的，那么如果三三换成星位的位置是征不掉的，这个大家可以去验算一下。嗯，这个征子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你这个哪个点是不一样的，那包括这个如果是小目，黑的也是征不掉的。对，就大家可能慢慢的就会有一些这种感觉，就一般如果说偏这边就是不行的。嗯，但如果说这两个的话就可以，对，就是可以的。对，是的。好，那所以说考虑到这个关系呢，白棋现在觉得进角并不是最好的。嗯，他呢宁愿选择一个局部可能不是那么实惠，在目数上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他能够唬到就是黑棋的这个方向，他觉得这样的话你这边右下角的效率就变低了。嗯，所以白棋是选择了一个相对特殊一点的场合下法。啊，这个我觉得在白棋点三三的时候已经预料到这个图了。哦，所以就这一串是白棋的预想。也差不多吧，应该双方都可以接受，对。应该是一个正常的进行。嗯。比较容易想到的。对，那现在定型完之后，黑棋提一下。嗯。白棋吃，这是命令的一个交换。黑棋挂角。嗯，然后可以看下到这儿，其实已经下了40手棋了，但双方用时只用了4分钟，对，加起来用了4分钟。嗯，是的。这样黑棋说，你既然牺牲了一些时控，把方向转到这边，嗯，那我相应的就来经营下方，就是我也就把这条边看清了。对，这黑的也是黑的提一下，觉得这个打吃也不大了嗯，这右边这条边现在价值很小了，因为白棋虎出的这个头还是很硬的。对，其实我们要注意，就看起来这下打吃不是很爽吗？就为什么不打掉呢？对，其实是因为以后如果你在这一带有子的话，那么脚上你有可能是要用打了拖的。打了拖，白棋是个打结活。对，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还是很有意思的。就当拖了以后呢，哎，白棋发现自己也这个地方还是补不干净的。对，怎么都活不了。嗯，就算你白棋这有个长我黑棋在上方补一个。对。你脚上还是活不了。对。当然就是你不补呢我也不能马上进吃你。对，但是你补了也活不了。对。所以呢亲友们要注意，就这个二路吃看起来特别爽，但它其实呢有可能卖掉这个脚上的一种变化。对，这个棋绝大多数黑棋以后走都是单跳的。这个和我刚才其实摆右上角的有一个打吃，刚才一个打吃也很像，黑棋一般都是要保留的。嗯，对，因为就是他可能觉得我现在不是很怕你长出来，那么如果说这个长不是特别着急的话，那咱们这个打吃保留一会儿也是可以的。对，因为黑棋以后基本上不会打吃掉啊，这个看场合。好，那么黑棋挂，然后对于白棋的三三的话，白棋是硬角打飞。好。但这样黑棋也有一个明显的好点。对，绝好点。对。这个大飞也是白棋局部效率比较高的一手棋。嗯。那你说我比较坚实的，我可以选择一个小跳一。哎，这一跳一的话
这是非常的坚固，黑的也不会再去走棋了。对，黑棋这个时候再逼过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白棋很坚实啊，就没劲了。但是反观白棋自己走的话也没劲了。嗯，那白棋说我叉二行不行？也可以，但是呢，他就比较讨厌的是黑棋上方的点啊，这点了靠。对，等于你虽然往前走了一路，但是给黑棋留下了很多的借用。嗯，黑棋在经营下方这块。这块空的时候，这个借用有可能会起到很大的帮助。是的，嗯，然后还有可能大家见过的就是也有飞的。对，小飞和大飞是通常可能这里啊下的比较多的。那么小飞大飞的弱点都是怕黑棋的逼住啊，弱点都是在这儿。对，那么他能远一路，他觉得远一路要更好一点。嗯，那你感觉景山裕泰的风格和李清晨的风格上有没有什么特色？不太一样。对，景山裕泰应该是一位啊力战型的棋手。嗯，啊力量比较大，计算力比较强。嗯，他的弱点有可能是后面的一些收束。哦，啊李清晨是相对来讲比较均衡的，而且棋速非常快。啊，确实。啊，他好像李清晨一般布局不是他的强项。啊，他说他那个简单过渡一下，然后那个后面开始中后盘可能是他比较厉害的。嗯，这好像这个风格其实也是现在很多棋手的一种感觉，就是我只要前半盘不吃亏，我就对我的中后盘很有信心。嗯嗯，而且就是清仔他一般下特别特别快，就是往往下一会儿你就读秒了，这时候你读秒的时候往往容易出错。嗯，总是会有压力的。所以今天可以感觉到，首先清仔肯定也是一如既往保持他的速度。对。对，所以一开始很快。但景山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他肯定也针对这个对手的策略做了一些研究，他今天也是尽量在提速自己，就是他也希望能够把宝贵的时间留到后半盘。是的。李新成我见他最慢的一般就是收官。他有的时候收官能收两个小时。就是中那个布局加上中后盘总共下两个小时，收官收了两个小时。所以说他可能这个后面时间实在没地儿用了。对，就花在了官子。对。嗯。那现在白棋大飞，黑棋紧紧逼住之后，局部呢虽然是有一点点手段，但是对于白棋来讲，他现在补呢也没有很好的选点。对，这个棋其实你看现在布局啊，嗯，虽然说白棋一直在啊这个点三三捞实地，嗯，但你看白棋每个角其实目数不太大，这个角点目一般我们点十一目，嗯，啊这个角十一目，那这个地方呢，这个角你没有那个取到啊，这个、现在算啊一人一半，嗯，白棋点目的话就三四目，好，然后这个地方是点一二三四五，啊五到六目棋吧，一般是点啊。等于说白棋每个角都不是很大，包括这个地方现在点目也不太好点，一般这四目是你的，但剩下这个漏风。嗯，所以通算下来白棋其实全盘也就是二十四五目的样子。对，二十多目，白棋反正也目数不是说特别多。嗯，那像黑棋的话这边有十多目。嗯，然后包括上面的边，如果你黑棋是能算上目的话，其实黑棋在目数上啊也不差啊。对，所以从白棋的角度来讲，它不仅仅是他是想破掉这块空，他还希望说能够最好是找到你的头绪，然后跟我一起，咱们俩互相跑。对，白棋找一些头绪，因为如果把黑棋这个地方都当成后势的话，感觉白棋在效率上并不是特别高。嗯，所以白棋选择了断。嗯，这个断也是显而易见的找头绪的一个方式，因为别的地方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发力，像这个地方已经啊黑棋成空了，那这个地方相对来讲黑棋比较厚，嗯，啊，因为由于这角上黑棋有眼位的关系，嗯，啊，所以说这个断点就是现在啊显而易见的一步啊找头绪的招法。是的，而且这样的话，如果说逼迫黑棋在这条边行棋的话，嗯，那么白棋就会觉得自己这个虎头很有力量。是。那白棋断，黑棋跳出，这个时候呢，白棋哎，他是先到这里尖冲了一下。哦，对，这步棋还是挺有意思的，嗯，因为可能正常的思路是在这一带双方继续行棋，对，啊，进行一个攻防战，但他呢是想先去这里问一下你这颗棋子你是怎么处理。嗯，其实正常来讲，白棋比如说接着靠是，嗯，啊一个继续行棋，就正常的一个思路。我能搬吗？黑棋搬啊，白棋拐。嗯，那我粘上。对，但是白棋这两步先手之后呢，白棋可能他又有点迷茫。像他要走棋的话，他得接着虎啊，比如说压
啊，这样的话，他自己中央呢算是，哎，棋形整理的还不错，整形。但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就是白棋的这个角。嗯，它不活。对，它这块棋，它之前说过，它不是一块活棋。那么现在它打了拖啊，这显得很严厉。打了一拖啊，白棋局部呢是个打劫活。嗯，那白棋打劫活的话，这意味着这个一直欠债啊，这个欠债是需要还的。啊、等于说你外边虽然说整理好了，但是脚上的这个局，脚上这个角成为了一个打劫活，非常重。对，而且现在黑棋拖完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不走，那么黑棋一粘你就进死、啊。但如果让你自己活呢？白棋需要走，白棋会这样打劫活。对，那就是你得跟着硬。这样的话呢，就让黑棋扑进来变重了。但是同时可以看到，黑棋随时只要造出劫材，这个扑，就是马上是能把白棋提起来的这种。对，等于这个棋呢。你说让白棋花一手棋去团，这个白棋肯定是无法接受的啊！你说我再花一手棋，本身就是一个三目活了，你还再花一手棋，肯定是不能接受。但是你要是一直不走，等于黑棋外面要有把飞刀啊，这个就比较厉害。对，这个是不太好掌握的。嗯，所以呢，白棋虽然局部是可以有一个好形，但是呢，他因为脚上欠的，他又不太愿意说马上用掉这个。但是如果你不从上面用呢，你可能会从下面尝一下，这样可能就是也是一种先手，但你可能对中间对这两颗棋子又有损伤。嗯，包括这个尝也没走到目，刚才说过这一打吃还是存在的，那很难受。嗯，所以白棋这个时候呢，他是先尖冲。嗯，问一下你黑棋的态度。从这边找头绪啊。对，那实战青仔也是选择了反击。对，因为黑棋。被尖冲的时候也有点迷茫啊，你说我黑棋我这个怎么跳，跳的话首先被白棋便宜了啊，这一下交换白棋继续走或者不走都被便宜了。嗯，包括直接压感觉也是可以考虑的。对，那我如果反击的话白棋长。嗯，那这里呢等于就是那里白棋先把它看成一个头绪，然后在这里呢先出现了一个战场。对，但是这个地方黑棋也没有说太多的把握。嗯，黑棋现在倒是这个子是可以先不走的。嗯，中不掉。在下面怎么走一个？对，我看决议给出的这个变化图是走在这里。对，这是比较追求效率的一手、啊。但是我们就算看着决议，这个也搞不清战斗会下成什么样啊。对，因为脚上黑棋有一些碰一碰，就是有一些弹性。嗯、但是呢，他这边呢也没有说厚到让你觉得。对这个战斗肯定有百分百的把握，所以这里的话黑棋就是面临一个到底是在这边跟白棋去攻杀，还是说选择啊，就相当于弃和，我在这边去继续做文章。对，那么我觉得正常来讲啊，黑棋是不会直接冲了冲断的、哦、啊，因为对黑棋来讲这个成本比较大啊，包括这边战斗起来不知道会战成什么样、嗯、而现在这边走棋是啊，明显看得见的很大的一手棋。嗯，这冲断的话感觉就是啊，我这跟你局部就要决出一个胜负的感觉啊，一般的棋手还不会这么样直接正面去啊决一胜负。嗯，因为棋盘还早得很。对，所以黑棋呢是哎继续压这两颗棋子。嗯，对，这对于双方来说是棋金啊，所以白棋肯定是要要这几个子的。对，不要的话我断它干嘛呢、啊、是。那么走了几下之后呢，黑棋在这里有了一些后势，但你要注意到自己突然就变得比较薄，所以黑棋也是继续安定、嗯、对，像这下黑的还是不肯去打掉的原因就是还是前面讲过的，黑棋又打了拖。嗯，黑棋但其实本身对于这条边的眼型来讲，就是黑棋这个打了立啊或者虎有一点点先手味道的话本身也很大，但他还是太看重这个脚上的打了拖的手段。对，这个很好理解。啊，而作为白棋来讲，你不打，我就给你长角，因为我除了长也没有任何别的能走的棋了。嗯，所以这样的话，白棋说，虽然我这个角上不干不净，但是你看看你的眼型也不是很充分。嗯、是，所以白棋说我从这儿过来，这样的话，你一旦被我封进去的话，你自己也很苦。嗯，所以出头。嗯，然后现在呢，白棋。就是如果说执迷于这颗棋子的话，你就会发现你这四个同伴
它就很有危险的地方。哦，难道我是会直接跳住吗？应该是跳不住。我慢慢来，我也会退一个啊。对，就是说我这下便不便宜的问题，因为我不太可能说吃这个不要他们。是的，所以我还是要回到拐的话，实战白棋觉得这一下不着急，来单拐。白的拐出，对，然后黑棋一，对压，好，白棋跳。那我在想，拐出的时候，如果黑的跟着继续啊扳头呢？这样的话，白棋可以扳吗？扳你会断我吗？扳，我们来看看断，我就不信这个邪，我把你给断了。你就比较直白的把我断了，是吧？对。那我要看看我有没有什么手段，说我冲，我有没有什么挤你之类的？我挡住。有没有一些手段呀？看看白棋，如果现在没有妙手的话，直接冲。啊，白棋气是不够的。啊，但这样我也不行，对，我也来不及。那我怎么办呢？我还没有气呀。白棋会，啊，白棋这棋有可能先不冲这两下。啊，在扳断的一瞬间，白棋先去挤一个，问一下黑棋。哦，对，我可以不撞气。是的，哎，我这个次序好像很厉害啊！这个挤现在就很厉害了。对，因为刚刚大家看到了，就是黑棋不能硬在这种地方，那么这样我一冲完了，一打吃，所以呢，我本身局部来讲，我可能要吃这个。但现在这个打吃啊，刚刚我打吃的时候呢，黑棋是可以粘上，对。对。但现在我粘呢，这有一个倒扑，所以如果说你提的话 ，OK， 那我外面现在就突围了。对，我现在就啊，很俗的。拐吃出去就可以、嗯、对，给大家看一下，就通过这个挤的交换，白棋吃，对，这样呢我虽然也是不好看，好，这就应该就可以了，对，但大家看黑棋没有活，白棋等于突出了黑的包围圈，那如果刚才白棋先冲掉，我们看白棋就啊这个妙手就没有了，所以就有问题了，因为我刚刚乍一看，我觉得我自己挤也很妙，因为我光看了你吃这个提这个不行，但是我忽略了自己的气。对，白棋忽略了自己只有一口气了、这个已经来不及了，所以白的是不能先冲掉的。这个地方相信两位棋手也是看到。对，所以说如果你扳呢，别人扳你不敢断的话，那你这种呢就有点凑白棋行棋，就有点便宜了。我扳了一定是想断的，那如果白棋不敢扳的话，我相信啊，现在一定会选择先扳掉。对，因为大家看到这样你再顺势出头的话，能感觉到白棋是苦了很多。对，这黑棋太舒服了，白棋可能需要跟着跳，黑棋就跳出，那等于黑棋全连上了，白棋自己啊很孤单的往外跑。那一会儿这黑棋随时这把白的一冲断，这白棋很快就崩盘了，感觉。对，这样白的就是一个人，然后离家又远，也没有眼，黑棋全部联络的话，这就不是对攻了啊，就是一个单方面的逃跑。所以说，啊，我们理解也是，这个白棋当拐头的时候，他一定是已经计算好了，黑棋不敢扳。那么白棋能够跳过来，大家看和被黑棋能够尝到两下，这个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一个差别。对，这个头等于过来了。对，因为现在我们反过来再看，如果说黑棋你不在这儿行棋的话，那甚至白棋下来的话，他可能马上就是反攻倒算了。对，这手棋很厉害，可以看白棋一走这个，黑棋就还没活，然后白棋都快连上了。对，所以黑棋现在的这里要定型也是很关键的。那么实战现在选择的是四路的拆啊。第一感是要再往上一路。但可能他觉得往上一路不见得便宜，白棋有可能是顺势一飞啊，把他这个给飞住。对，因为他现在虽然有冲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这种棋子其实是很轻的，大家发现。可以弃，但是我也可以要。我长出也可以，那我弃了也可以。对，就其实你对他，只要你影响不到这块棋的一个安危的话，其实白棋的这个就是选择就很多了，可弃可取。所以他可能觉得这个不是很有成算。对，选择往下一路。对，但这个的呢，他感觉给我们看到这手棋的第一感就是，他其实感觉对白棋的压迫也不强。
然后如果说从自己在这一代行棋来讲呢，这手棋的效率，因为我们看到黑棋本来自己也是竖到挺高的一个地方，就会感觉这手棋的效率呢没有那么满意。是。所以这手棋呢可能不能说它不好，但是会觉得可能不，至少不是现在的应该说。不是最好的。对，不是最优解。那白棋退。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就是景山没有选择往前冲。因为白棋冲的话黑棋会退。白棋可以考虑退回。对，就是这一下交换。这一下白棋可以是选择交换掉的。他实在没有走掉。他没有走掉的话就是给黑棋一个粘上的机会。机会啊，就说你粘不粘。你要不粘的话我一会儿再慢慢冲你。这个地方就是他可以走掉但他没走。因为我们看，因为冲他也不担心黑棋的反击。如果黑棋反击，白棋扳断，这个地方黑棋应该是不太行的，杀不掉白棋，杀不掉白棋，白棋局部是活的啊，这个地方有吃。那我有没有可能顶住你呢？顶住我也是。那我跳。对，你跳，我冲。我有没有可能跟你转换呢？这个地方，白棋由于它不是死棋，所以说。可能不能算是转换，因为现在黑棋需要接一手啊，黑棋要接一手，那白棋吃不能满意啊。这个角上黑棋最多是一个打劫杀，但是这外面这两个子死了，可以看非常的大价值。是的，所以呢，这里冲的话啊，基本上黑棋是没有反击的，但这里呢就很有意思，白棋呢虽然说它是可以下成这样的，但它呢。故意的选择给了你一个粘回去的机会，他可能觉得黑棋接呢是恶手啊，他觉得接一个价值没有那么大，对，但是白棋退的时候，现在说你不冲我就给你接了啊，这也是双方的一个心理的博弈。对，那么白棋他既然单退呢，他肯定是想好了，就如果你粘，他觉得我飞出这手棋也很有价值。但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白棋本身如果冲掉这一下的话，我们发现就是虽然外面该黑棋，但这个局部其实黑棋的棋形已经眼形不太好了。是的，而且目数挺大的，以后白棋还有可能跳过。所以这里是景山的一个判断啊，他是这样下的。那么黑棋跳出，下到这里呢，还是一个双方差不多的一个局面。然后两个人在前半盘呢也用的下的比较快，基本上下到现在双方的用时也没有特别多。对，好像据我所知现在可能青仔才用了可能五六分钟，然后景山大概用了十几分钟，十二三分钟。对，所以说整体而言，对于大家看现在下到这儿已经下了63手了嘛，对于这个棋局的进程来讲还是很快的。对，因为李清城的快是大家是都预料到的。对，因为他一直就是快，他下慢棋也是棋非常快。对，然后现在的话其实白棋就选择比较多，一方面呢就是黑白这两块你肯定是都没有完全活透，就是你在中府呢双方对跑是一种选择，还有眼见的就是这里之前我尖冲你没有理我，我肯定是也想在这里比如说再补一手。所以现在看白棋怎么选择。白棋现在啊贴这个，对，把这边再补一手。就如果从比如说白棋觉得自己特别特别厚的话，那他是有可能会下来的挡下。对，但他现在感觉他可能觉得第一呢这里什么以后黑棋出来 这局部本身黑棋一靠白棋也不太好拿住黑棋。对，你如果是被我这样简单的出头之类的。对，所以挡下现在有点无理。可以看白棋这中央的六个子啊还是比较薄的。随时会被黑棋攻击。所以现在这盘棋的厚薄非常关键。尤其之前说过这角上啊白棋是欠着一个算是一个缓移气节欠了一个。但是当黑棋全盘铁厚的时候，这种打劫都是有可能存在的。所以说厚薄是这盘棋现在非常关键的一个话题。对，所以考虑到全局的一个格局，白棋现在还是觉得同样是在这里压迫黑棋，这手棋就会厚一些。他可以接受你比如说下面怎么去这个活，但他希望自己本身是比较完整的。对，
那现在呢，黑棋说，虽然我这个棋子呢肯定是想处理，但我现在觉得你这六个兄弟好像也不厚，我希望能攻你一下啊，当头一阵。这里比较怎么攻击，就是一个黑棋需要考虑的。比如说黑棋可以震，黑棋可以从这个方向来，侧翼的飞走一走、那我就以后有可能挖死你啊。但是现在不见得，就这五个棋筋还大不大，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对，因为你现在挖我的话，眼见的就是我这俩先手，然后断上来以后呢，我可能有这些先手以后吧，我这个就不太担心了，那我可能再去抢木，最后你可能发现黑棋吃了14-15目，对，未必是特别满意的。然后现在一般来说，棋友们就是说，虽然这个地方有挖断，但如果你只要不觉得它是棋筋的话，就这种棋咱们还是要尽量少下。就这一下交换其实是非常损的。对，就如果说你做了一个这个交换再联络的话，你虽然救到了这五个弟兄，但是其实黑棋这一手棋本身对外面的影响，也很大。是的。所以这是一种方向，但现在的话，青仔可能是觉得要把白棋还是让他不要轻易回家更重要。他把怎么攻击确实挺难的啊。对，然后白棋出头。对，选择了一个最牢靠的出头方式。对，他确实觉得这个跳啊，这个还有这个穿断，等等的弱点，他觉得这个小尖啊最坚固。是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坚固的同时，你的效率就不会那么高，因为毕竟你是最一步一个脚印的在逃跑。是。那现在贴一下啊，然后黑棋是靠。跨啊，这是一个整形的好手。这样白棋冲，黑棋断，是一个组合拳。黑棋通过这个弃掉一颗棋子，能够把中间走得非常厚。可以看黑棋的这盘棋现在是非常厚这个铁厚对，现在这边右上角出现了一点点的就是不活的因素，但是现在不太重要，基本上黑棋还是在攻击中央白棋。对，但是吧，这个攻击就是说当白棋拐完之后，黑棋也要思考，就是我攻这块棋到底想收获什么。对，就比如我现在到底是这个方向把你往这边赶，还是说我在这儿如果说真的能够再制造出一些头绪的话，我有没有可能真的就是从这边把你摁过来。对，然后这里所以说能够感觉到黑棋这里特别厚，但是究竟你能把白棋这块孤棋攻成什么样，就是一个未知数。因为如果比如说黑棋注重自己的棋形跳一跳，那白棋一旦简单处理的话也跳一跳，等于白棋就扬长而去了想这个杀这块棋或者怎么攻击就是比较难的了。那黑棋可以看通过攻击，其实这种跳啊它也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目数那你要说从上面来白棋一跳的话，黑棋会发现自己的联络有点薄想直接杀掉白棋是不太可能的。那么黑棋在外面，比如说我多了两个子这也没有看到太多的实质性的目数。对，而且我们要注意到白棋在这里毕竟是已经走过一手棋了，就黑棋如果说对中央没有一个明显的收获的话，那我们跟之前的判断相比，其实黑棋的实控是有相应的减少的。对，我们可以点点目现在白棋的目数应该没有减少，白棋这个11目这边目数涨了，现在可以点6目棋。对，而且以后就是说如果不考虑中央的厚薄，白棋可能这一带过来的话黑棋还不是特别厚。对，这17这个角的话比较难点因为有这个，对，给他点个4-5目棋不太好点，因为黑的如果打了拖算先手的话白棋只有3目那全算先手白棋肯定也不肯对，所以点个4-5目起可能是好，4目起吧，先算4目那就是2121的话加上一个角这左下角好难点这个角。对，因为这个角就是如果说我们白棋先算10目起吧对，白棋反正30目出头全盘，但黑棋的实控其实好像还比刚才减少。黑棋现在这个地方13目给他点，这个地方
点个四目棋。嗯。啊，十七。这块点个十目啊，二十七目。嗯。那可以看现在，黑棋右上角这一排子该说是后势，但现在就不能算作后势了，因为白棋的这个头对黑棋是有影响的。嗯。啊，刚才鹿还说过，白棋过来的话，有可能会是先手。嗯。所以这一带黑棋其实没什么目。啊，可以看黑棋现在盘面的话肯定是不好。对、啊、所以黑棋就是说他唯一的倚仗就是我中间很厚、嗯、所以他肯定他要把白棋这里是算着欠点目的，或者说我通过牵制你这块孤棋我在这里可以强硬一点，比如说刚刚我们给白棋点十目、嗯、那是不是我可能一会儿怎么去走一手可能变成反而我还会有一些目，对，黑棋要追回来一些目、啊嗯、否则的话单从时控的角度上黑棋目数是不够的，因为你黑棋厚嘛，你厚你再时控多的话啊，白棋就没法下了。对，所以呢黑棋现在啊也是从这儿小尖，他要把这个地方动出，那么小尖眼见的就有一个下一个好手，就是我一跳，对，不仅联络而且呢还把下面的空实地化了。嗯，对，如果你说我白棋是补端，我白棋补一个黑棋跳过、嗯、那跟我们之前点目就又出入很多、嗯、啊，这手棋黑棋等于长了十目棋，而白棋该点十目棋的地方还不到十目棋了，对啊，那这一下的话可能目数就已经黑棋不差了，或者有可能就本身就目数还可以了。对，但如果白棋简单的阻度之类的话呢，黑棋这一走其实局部的这个弹性还是挺大的。嗯，感觉就白棋很难说能吃掉这几个字，对，想杀掉还是有点难。对，因为你如果简单退，我这虎了一连扳就已经火了。对，然后你如果立下来呢，很明显你外面也封不住我、嗯，所以这也是青仔选择尖的一个原因。啊，这尖看着还是不错。对，但是啊，白棋选择碰这个。啊，白的选择先点一下。啊，点了一下。啊，点是他的权利。对。点了碰啊，这个由于你还没跳回来，他想通过碰呢想办法争个先手啊，在这地方。对，因为你如果再走别的，那我这扳太严厉了，所以他觉得你要么就是下扳或者上扳或者是立，总之你在这儿可能会硬、嗯、其实白棋要走的话肯定是上扳，那可以看白棋上扳的话黑棋这两个子就被割下来。嗯啊，如果白棋在这地方成目太厉害了，之前说过白棋本身是一块孤棋，那这两个子如果被扳断的话，白棋可能还会长十目。对，这是黑棋不能接受的。所以从这个思路来看，这个碰也挺厉害的。嗯，确实啊，如果黑棋下扳、哦、我们看白棋它应该会不会就转过来了，白棋应该会上扳。嗯，这个地方又轮到黑棋去啊头疼。现在我有没有可能就把你啃了呢？黑棋就打过来，可以看黑棋下的是最直接的把我吃掉。嗯，就是我下面这给你了，但是我争取把这儿火了、嗯、对，等于说还是让我下面去落一个后手。嗯，我的思路是 这个思路我觉得非常不错。嗯，那我可能上班这步棋有点疑问啊。嗯，我白棋会不会长一个？对，这样的话呢我就不好意思从这儿连了。对，因为我这样连呢不仅你下面变得更好，而且我上面很无趣。对，这被一冲到时候这个黑棋棋形都是碎的。对，但是我无论如何我无论是你长一个我就拐。嗯啊，这黑棋可能还得跟着赢。但也很不想跟着赢其实。啊，不赢的话这一打我就啊，其实黑棋可以粘住啊。但是如果黑棋不赢，白棋打吃是先手。啊，这个并也是先手，那可以看白棋的棋形已经联络非常安全了、嗯。对，那黑棋是可以不赢，但是这步棋也有很大的价值。一二三四五，赢完我还可以幻想自己有一天，但是可能没有这一天了。白棋啊，在这一带把黑棋两个子吃住。对，看着白棋收获还是不小。嗯，所以这里的判断很难，就是白棋虽然收获呢不小、嗯、但是黑棋确实等于如果说你再补一手的话，那等于我也没花手数，就是我上面也把你的空消掉了。嗯，但这里的话我觉得从黑棋在这儿付出的成本来看，他可能不太容易满意这个图，因为总感觉好像这个白棋不是简单的联络。这个图黑棋应该不太满意，我们再来帮黑棋想想办法。嗯，
黑棋搬白棋长，那要么黑棋就是单接，单接应该比刚才长的图要好。哦，这样你可能是个后手。对，单接的话可以看这个地方，白棋是拐不下去的。嗯，那我黑棋联络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嗯、然后现在可以尖回，可以跳出。嗯，啊，你要白棋从这里阻度，我黑棋就跳出啊。这两个子，总而言之，黑棋是不太想死掉的。那你要白棋不走这边，你要是从外面，我就，哎，接回，啊，这样的话，我就看着比之前要好很多。啊，对，我觉得这个图看起来不错。嗯，因为我这个时候长其实对白棋的厚薄影响不大，但我一旦能把这拉回来呢，不仅是十来目，而且你会发现白棋反而它没有刚刚厚了。对，非常薄，它这地方现在有扳断。嗯。哎，所以这么看，我觉得黑棋搬完一张也还不错、嗯。冷静的好手这一张有可能、嗯。有可能就是，虽然你的思路，白棋的思路是想就是贯通，但是我如果就冷静的应对呢？嗯，因为这和白棋搬不一样，白棋搬的话，黑棋必须反击，你要再接白棋，这个接是先手。对，就我如果看成这样以后，我绝对不会再往这儿去走一手棋了。对，等于白棋一长，白棋自己效率低了，黑棋就可以往回粘了。嗯，啊。或者是这步回粘，有可能就是黑棋没有注意到。嗯，因为白棋搬的话，黑棋的这个反击是比较容易想到的啊。这反击之后，我觉得白的这个图不太成。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图。对，感觉黑棋这两个子吃的很厚，就是白棋现在这几个真的，我觉得是有一点危险、嗯。现在白棋是好处是可以吃到底下，但是。白棋在底下画一手棋，它并不大。黑棋想做活，对我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就腾挪啊，而这两个子已经死了。那么这两个子一死，可以看黑棋的联络，现在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啊牢靠。甚至黑棋直接在上面啊去直线攻击也是可以的。嗯啊，感觉白棋有点危险，所以白棋是不可能会选择搬的这个图。嗯，所以感觉这个时候黑棋有可能可以考虑下扳。嗯，但实战黑棋的思路是上扳，他觉得你立完以后我这个地方可以扛住，因为你断我就打了冲。啊，黑棋选择了上扳，白棋立一个是吧？嗯，对，他的思路可能是觉得我这里扛住了，我就可以分而治之，对吧？我从这边再、嗯，或者是他还是不太想让白棋连上，联络嗯、啊，他觉得白棋连上的话。就无法再攻击白棋了。本身白棋毕竟这么薄，而且很重啊。嗯，这中央的九颗子，白棋是不可能会弃掉的。我觉得我只要能活啊，我还可以再攻你。嗯，啊、我不让你连上。对，这里的话，亲友们看，虽然白棋有个断啊，但是由于黑棋有打了冲过来，这个断一点都不严厉，对，所以白棋不会这么下的。嗯，我们看白棋啊，白棋立下来。啊，很强硬。对，因为正常来讲，如果你退，我虎一个，嗯，我就活了已经。啊，我先做活。我这地方刚才说过，断不怕，跳暂时也是不怕的。嗯。啊，等于黑棋说，我先全部撑住，或者是黑棋想过搬底下，但他觉得搬上面更好。啊，这是判断。嗯。对，但这里呢，我们刚刚也提到，就是景山其实是力量很强的。嗯，那这步棋也体现了他的风格，因为看上去呢，黑棋无论是虎啊、飞啊等等，就这里肯定是能出头的。对，想出头感觉问题不大。比如说我飞，方式很多，还看着已经出来了。对，白棋但要注意，就是白棋他也有他的准备。白棋这时候就会啊去断掉。对，你会发现他用到了这个打吃的先手之后啊，再一拐。嗯，你会发现黑棋还没有虎。对，黑棋等于白棋多了一个虎的话，这一拐黑棋头没出来。嗯啊，没出来的话只能在局部想办法做活啊，但是由于白棋立到这的话，黑棋活得比较惨。嗯，很委屈。嗯，所以等于白棋呢是利用这里的先手味道，他在这里选择了一个强硬的应对。对，好像也挺厉害的感觉。是，那黑棋现在要怎么办呢？立下来之后，哦，黑棋还是觉得有点不好办啊。立下来之后，这个地方啊，棋仔
开始想办法啊。这个，由于他看到这个白棋断了长了打吃是先手，他觉得啊，我直接出头不太好出头。嗯。啊，想了想，我先把你这步啊，这个虎的要点给先抢了。嗯。啊，我先把自己连后，而且黑棋这子力多的话，也是对白棋中间的一个威胁。是的，因为这里啊，就是如果说你跟着补，那么黑棋再一飞，那就很开心了。就他这一下交换呢，他防住了你封我头的这个手段。但是如果说你去补这边的话，那我们看到这里有个冲断呀、啊。就这一冲，如果说你只吃这三个、嗯，这两个被留下来，那黑棋非常可以接受。咱们就是其实可能收获是差不多的。白的基本上是这样管下。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黑棋完全是有收获的。就啊，黑棋这步挡可能不会再挡，着急是吧？先走中间。对，黑棋有可能会选择，由于这两下冲之后黑棋后了，黑棋要直线的去攻杀了。哦。比如说刚才说过的，过来之类的，对、嗯、这一带的选点，或者是远一点。所以这个也是青仔的想到的一个对策，就是你到底是补，那补的话我就出头，那你如果补这边我就有冲，看上去也是一个有 AB 建合的挺不错的一个应对、嗯、但这个时候呢，白棋也是找到了一个适应手的时机，他呢是先跳，他也问一下你，对，就是你问我我问你啊，这一跳的目的就是如果你黑棋现在粘上，嗯啊，那我这两个子我就可以弃掉了。对，我白便宜了、啊、跳了一下，便宜非常多。对，以后我这个还是有可能在这一带对加一个数。嗯，这一跳也是啊，麻到了黑棋。对，所以呢，逼迫黑棋选择反击、嗯，那么双方在这里呢就会形成一个接触战。对，我看这步冲，现在只用了一秒就下了。就是他觉得作为一个棋手的本能的感觉就是我不能被你便宜这一下，对，所以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他可能他长的时候他也想过白棋跳，他就是跳的话我反正闭着眼睛反击、嗯、好，反击完再说，看这个冲断完以后到底怎么回事。哇，这一冲断很刺激啊，首先这里其实白棋肯定是欠着棋的、嗯、但是白棋这里也不能被挡下来，所以白棋要先把你断了。对，白棋把黑棋也断了，黑棋还没活。 对，那反过来也是，黑棋你不能现在没有空走这边，就是你这里要注意，所以呢黑棋要挡下来。嗯，那么接下来这几手就是必然的了。这冲断完应该都是必然的，现在下到黑的粘、啊、嗯，这都是命令形式的。对，然后留给白棋先选择的就是白棋要么是长一个要么是拐一个。啊、哦、啊，对，拐的话就是看清这两个然后先手安定这里。嗯，然后如果走外面的话就是这里面有一定可能性弃子或者是怎样啊，就再说。那就是其实白棋拐嘛，黑棋穿出，嗯，白棋这两个子也要不了了，白棋就贴啊、哦，黑棋啊，这样把白棋吃掉，白棋打一下，啊，基本上看成这样。嗯，看上去怎么样呢？你觉得？看上去我觉得黑的还行啊，就是黑棋毕竟也把白的吃了，嗯，而且白的也没活，嗯，啊，就从直观的我们来看，是，因为感觉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之前给白棋点实木嘛，那算一算扣一扣，就是白棋的木应该还是被黑棋破掉一点，不过相应的就是黑棋这边的木呢，对，黑棋也少了，也缩水了一些，然后但主要是黑棋如果这里还挺厚的话，就是白棋这中间还是欠着的，嗯，就自己可能慢慢的一会儿比如往这边跳或者往前跳是要花手术的。对，嗯，所以白棋是选的长外面啊，他觉得我要这样过来，长外面这里我能冲吗？冲白的就挤。哦，就挤是吧？这样是什么？这样我走外面，我这里就粘上吗？这样啊，这就是白的直接拐吃，白棋吃两个和白棋弃两个的区别。嗯啊，现在是白棋把黑的两个吃了，但是白棋的损失就是啊右面啊左边被撞伤了。嗯。啊，这个子现在被撞的、啊、有点惨，对，基本上就弃了。可能盖白下的话，白的就会怎么蹦一蹦。嗯，
我这个，但是我感觉怎么哪一天我下来靠一靠你，黑的应该不会粘太小，黑的要走肯定是啊跳，来的迟。嗯，这个也是挺需要判断的。就白棋在这一代目数还不错，但黑棋先手转过来以后，就白棋中间也会更薄一点。对，嗯，这是一种选择。实战的话，青仔是走的下面，哦，他粘上，他粘这个，粘白的是不是只有挡？对，他不想弃子啊，他说这两个子，我为什么要弃掉呢？嗯，因为我们看，如果你挡，我一挡，嗯，这里面的弃很明显，正常收是白棋慢一弃，白棋慢一弃啊，但白棋有个缓一弃叠，就是先搬一下再点，啊，但是可以暂时当做没有。嗯，因为白棋打缓一弃叠等于先损了一手棋，那白棋就不能挡这个。但是你不挡的话呢，就马上被拐，这明显收不了场。嗯，那白棋怎么办呢？应该是白棋只能挡这个，我觉得白棋去弃子了。对，哦，反弃子。对，嗯，但是白棋好像在挡之前，他还可以先问这边搬啊。嗯，因为现在如果你收这边的话，你上面，我下面是三口气，你上面应该是被我收得很惨，被我收住了是吧？就是黑的走什么？黑的如果，哎，你下面是三口气，我如果收一个，嗯，你就是把我收紧呗，是吧？对。我就直接收气嘛。啊，或者你可以扳我一下。啊，我不会扳你。你不会扳我、啊。我就收嘛。这被收住感觉还是。不能接受是吧？挺惨的。收住完白的就算再挡回也未尝不可。但我这里不是有个断点吗？嗯。或者白棋有没有可能去挖。挖好像挺严厉的。挖吃。啊，挖吃掉两个子，哎，我觉得这个好像更厉害，因为这样如果被你一段吃，我有点黑的侯出，那你把我踢掉，踢了，你侯全活了呀，这样，对，这样的话黑棋还要走棋，不走的话被白棋一顶的夹，这个被封的太惨，嗯，黑的可能还得出头，嗯，白棋再回到这步打，嗯，这样哈，白棋比刚刚那个图厚，比刚刚那个图厚，嗯，是，这两个子提了还是？啊，提的蛮大的。嗯，但这样不是黑棋也收获了挺多的时空吗？嗯，这样怎么样？但是毕竟还是啊，虽然黑的当作没有，这个缓一弃叠的这个事实还是存在的。嗯，就是也不是说全吃干净。对，嗯，所以呢，这个时候很微妙啊，就是刚刚我们看一直是黑棋想要去，就是做文章，然后现在变成了白棋要弃子。嗯，白棋弃子当一个。看黑棋怎么办啊？黑棋小尖，对，不愿意被你吃掉这两子，我先尖。黑棋还没有挡啊，先白棋挡，黑棋挡啊，然后这样还是一个棋子啊。白棋是他不肯死，他还是要把这一下走掉，嗯，搬掉，嗯，他觉得搬下不亏。但有可能亏气嘛？就是他搬下不亏，原因就是在黑的立的时候，白的就搬不到。对，但是你比如说，本来现在我是三口气嘛，你搬我一下，我就变成两口气了。就搬一下，你自己也是有损气的地方。也是三口气，黑的立的时候还是三口。哦哦，那就是、白的由于有了这打吃的话，白的目数有可能会便宜一点点，让他搬一下，嗯，差不多。哦，对，就是你没立到这一下的话，我其实搬一下就还好。嗯，但其实搬。任何时候白黑的都是挡的，嗯，应该都差不多。对，但总之白棋呢，就是他这个地方留一个劫，然后在中央先定型。嗯嗯，白的冲，黑的粘住。对，好，那么这样一个转换之后呢，其实双方整体的得失还是差不多的啊。但是这样的话，黑棋收获了一定的时控，只不过这里呢是一个未知数，嗯，就是说它因为欠着一个劫，但我们可以感觉到现在来到了棋局很关键的一个时刻。对，嗯，那我们也休息一下，待会儿呢，嗯，再来看看，双方在这里会如何应对。好的。
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那欢迎回来。然后刚刚我们也说到在这里啊，双方形成了一个转换，然后还挺难判断的，对，因为涉及到一个缓气劫。好，那我们来看，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农心杯嘛，是我们每一个棋手就是替国争光为国争光的一个很重视很重视的大赛。对，然后其实好像一般都说参加过的棋手会觉得只要赢过一盘以后这个包袱就卸下来一些。是吧，一般感觉越下是状态越好。对，就因为你第一场嘛，就是你还没有下就是你还没有赢，就感觉自己还没有那个够本，但你只要赢完一盘，因为这个场上肯定每一位棋手都很强，你赢完一盘以后整个人的状态就变成了那种就是见谁都是那种去拼，然后感觉反而会这个擂主有的时候其实也心态上也还不错。对，一般不是说越赢状态越好嘛，因为他越下越放松啊，越不紧张，等于说你刚上来的话就像啊，你运动没有那种热身的感觉啊，这个还没活动开，感觉都是紧绷绷的那种状态。但当你越下越赢，然后你就感觉你这个状态越好，然后下起来手感越顺。是，其实从今天来看，我觉得就是景山刻意的为了迎合李清城的这个风格去调快了自己的速度，但我们会发现他在棋的质量上还是很高，就有的时候就比如说你刻意的想加速，但是你有可能会出破绽。对，有可能是下的越下越乱啊。对，但今天至少目前为止能感觉到白棋其实就是在快的基础上水准也是很高的。是。那我们来看现在的话，白棋搬了一下以后贴一下，那么局部呢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缓气劫。然后呢白棋要看看中府去怎么补一个。对，怎么封住黑棋。那其实最简单啊，最容易想到的白的就是一个跳住啊，跳夹。那黑棋可能会贴一个，这样啊，白棋再顶住啊，这把黑棋的气全部紧住，这是啊最容易想到的。对，因为这样的话，虽然大家说啊黑白棋还有断点，但是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个地方其实白棋也可以就是跟这边随便打劫，它这个缓气劫的牵制的话，基本上这个断点你也是很难去再去追究我整块棋的位置。是的，是的，因为白棋再一走，这个缓一气劫还是对黑棋压力挺大的。对啊，虽然之前说这缓气劫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当白棋一旦要打上来的时候，那黑棋就知道这劫我是不能打输的啊，这个劫黑棋任何时候都是不能输的。对，所以说其实白棋就算简单的跳住呢，也是一种下法。但这个时候景山的好像更有追求一点，他是直接走在这儿啊，远远的。他觉得刚才被黑棋贴下呢棋形不太好，他 是比较有追求，他想这个收气到时候能不能，对，我直接一步到位，我直接给你糊进来，是吧，我全部给你拐住，这样咱们这个劫马上就感觉就是明天可能就可以跟你打了。对，今天不用明天，就咱们今天就打了 因为这是直接就是缓一气劫了，这非常严厉。包括我不打劫，我把黑棋收住，这也是可以的。对，所以他的用意很明显，就是我掉的时候，如果你跟着我硬啊，你无论怎么硬，那我可能找到这个机会，我就是可以把你紧住。对，这应该是硬不动了。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如果说 AI 推荐的话呢，他就希望黑棋就自己尖一个。对，就是你把这个气变长，其实我们说如果是打这个劫的话，黑棋相对就比较轻，就如果我这块棋不被牵扯其中的话，那么这个劫我是可以输的。对，但如果你这块棋被摁进来，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变成了黑重白轻的一个劫，白棋可以输，但是你黑棋不能接受你自己全部进去。是的，对黑棋来说变成了一个生死劫。所以呢 AI 是觉得说，如果黑棋能够通过这样的就能够把自己连上，他会觉得比较好。实战，对，实战看看青仔是选的什么呢？他选择赤子，断脚。这个地方你步子迈的这么大，我还不给你咔嚓断脚。这断也比较容易想到，我觉得。因为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下棋的时候，这个跟着赢不动了。但是我到底是应该小尖呢，还是应该断呢？这个就比较难判断啊。这个到底哪个好，就是我可能知道哪个不好啊，我可以排除掉，但是具体在招法中哪个是最正确的下法，这个就比较难了。对，是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黑棋的反击好不好呢？嗯，黑棋断。其实像这种地方应该是啊，这个比较关键，这盘棋比较关键的地方，因为一旦黑的没有处理好的话，后面可能就非常困难。嗯，啊，有可能别人先发挥好一点，你就啊没有翻盘的余地。嗯，那可能这个地方我要下的好一点，相对白棋来讲也可能是很难下。嗯，断。对，要看他这个，就是白棋现在不会说再去要这个的话，被你从这边过来。对，白再跳的话，他这个子太奇怪了。嗯，啊，之前掉的这个子太奇怪了，他既然掉了，就是准备弃子。对，所以我觉得，说实话，白棋的这个选点，我觉得他肯定是想过你断的。对、嗯，就从推理的角度来讲，他既然会选在这儿，我觉得这步棋他不可能说我没有想过。是。那么他的这个位置，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白棋当他从外面打了贴的时候，嗯，他虽然这两个子死了，但他整体呢还是有一个连贯性的。对，等于说还是把黑棋要包进去的一个啊这样一个态度。对，所以现在等于就是我们要看黑棋固然吃掉了这两颗棋子，就是中间的气基本上白棋不太好杀了。嗯，但是我们之前说过，你不要忘了，就是下面这个地方白棋还是有一个缓一气劫，也就是说黑棋如果只要自身不是全部连起来的话，这个劫对于黑棋的负担依然存在。那么白棋下一步棋靠下啊，这也是掉的下一手。嗯啊，现在我觉得他断了之后，他肯定觉得白的这两边都有断点。对，比如说我这看上去我这一段，对，是不是我看上去这咔嚓一断啊、嗯，好像很厉害。但其实白的好像就顺势出头、嗯，对，很简明的英法，白棋打了打，打吃啊，这个就顺势冲出。对，这好像很无趣啊，因为你这里我全都是连着的。对，主要冲出之后，黑棋会发现这个不光无趣，自己黑棋自身还没活。嗯啊，这当白棋这个地方一冲出，黑棋自身的眼型就出现了问题。嗯啊，黑棋是不能断的。嗯，那如果不能断的话，这四目棋好像收获并不是那么明显。啊、等于说这个断点没什么用啊。嗯，以后黑棋走棋应该也是从啊外面去点，而不会去断掉。嗯，对，所以这么分析来看的话，感觉黑棋的这个段就值得商榷，不一定效果很好。嗯、确实啊，吃的好像不是很大，这两个字。它、嗯、主要比如说啊，同样是四目棋，我觉得黑棋如果是一个铁活的形，他就特别高兴，因为这样的话这个劫就负担小。但是你如果现在呢，你上面虽然气多了，但是等于说你下面这地方还是欠着一个缓气劫。嗯，对，但是我觉得吧，缓气劫应该不太关键。我黑棋总是啊把这个缓气劫当不存在的，毕竟像这种猴啊，当白棋打劫的时候，黑棋猴白棋也很难受。哦，所以就是还是连着的、啊、基本上。对，因为猴白棋如果要这两个子，这五个就是吊着的。嗯啊，这缓气劫应该不是现在这盘棋最关键的地方。现在白棋靠下来，这里也是很有收获的。嗯，还是黑棋可能花一手棋吃这两个子不太大吧。因为如果刚才啊决议推荐的尖，白棋如果尖、嗯、黑棋顶的话，黑棋是可以连回的。嗯啊，可以看如果这个地方白的不能挖，那黑的就随便怎么样，这个就连回了。那黑的连回之后会发现这四目棋确实非常小。嗯，因为白棋现在自身啊还存在着一些啊这个比如说被点一点啊非常难受。嗯，那这个靠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嗯，啊，主要是可能花一手棋吃这四目、啊，效率太低了。嗯，对，等于你落了一个后手，而眼见的就是白棋这个靠下来是很有收获的，因为你吃了我这两个吧，你气还挺紧的。嗯，我有这个点、顶、尖各种的先手、啊，所以受到这个各种先手的牵制，黑棋实战局部是只能选择尖了挖。对，那等于说这里其实白棋突然成了一块空啊，白棋在整个棋盘的左边收获了一些失控。对，主要尖了挖之后黑的比较痛苦，黑的不能打掉这一下。嗯，这下打不到。嗯啊，如果黑的打的话会被白的一个挖吃。嗯啊，这下打不到，如果黑的能打掉这下，我觉得黑的还是挺开心的。黑的打到然后一点
继续攻击白棋，啊，这是黑棋可以接受的。那由于现在打不到这下，白的这地方联络等于是花一手棋是能连上的，嗯，啊，这个跟之前的攻击就差的相差甚远。对，等于黑棋如果这里想分段，基本上是还是得花一手，你得先自己去搬，对，然后你被白棋走在这边以后，才能去慢慢打这样子。那如果花，这就差一手棋了。是的，但尽管如此，现在黑棋自己联络也是很有价值的这手棋。好像我看这个时候如果黑棋连上的话呢，虽然局面也是稍差，但是整体的厚薄上，就是我们看一下，如果是黑棋搬一个，白棋跳一个，然后算成你打吃一下，然后我们再去收官的话，比如说黑棋怎么收一个官，这得打吃一下，然后下步棋就很有学问了。我感觉进入这个状态是人类棋手最迷茫的地方，因为就是看不到明显的好点，一眼望去望不到明显的好点，不知道哪块是明显的大场。现在比如说我知道这条边肯定是最大的，那黑棋拆在哪里，你说我拆三可以，拆四可以，拆五可以，甚至逼住你也可以，啊，那么在这一带我该如何去行棋啊？这个就比较难。那我可能是要跟着我这盘棋的形势判断，我要觉得我不好，对吧？那我可能逼到你的最前面，我就逼住啊！我觉得我好，我拆三了啊。嗯，是的。对，要么我觉得拆三不见得是那个稳赢，我拆四啊，就是可能我要跟着我的形势判断走，但是可能和当前局面最佳的就。不见得这个，对，对，但总之就是，黑棋觉得现在就是，如果说自己连上，然后呢，毕竟白棋虽然中间看上去眼形不错，但他也没有活进，这样的话呢，你再去牵制他这个中间嘛，然后慢慢的去收，可能局面还接近一点。实战其实从黑棋的招法可以看出来，我觉得青仔应该是对之前的进程不满意，因为他还是逼到了最前面，逼住，对，很明显这步招法就说明了他现在的一个对局面的判断，他肯定不觉得自己好。对，他我觉得他不肯搬的原因啊，是这地方他总觉得白泽还有个断点，嗯，那么有个断点呢，我这些点啊什么就有先手，我，他还是想保留但是你保留的问题就是白棋有可能逆收一手也很大，就是我们刚刚说了黑棋搬你跳我先手吃一下，等于黑棋是连通的，然后白棋是薄的。现在我们看到景山就觉得，那既然这个上面我就花一手棋，我就把自己连后。对，这手棋啊，确实可以，我们非常直观肉眼可见的就是现在白的连上了，白的连上之后黑棋这一块呢啊，左边这块它现在不是特别厚，嗯，啊，可以看底下由于漏风的原因，它有点薄，嗯，啊，那么其次之前说过最关键的地方还是，啊，这个地方缓移气节又出现了，嗯，啊，有个缓移气节，当白棋打劫的时候，黑棋总要受一些牵制。是的，因为如果白棋全厚的话，虽然我们说这个劫黑棋不怕，嗯，但是你就想着你总是受到这个的，你自己最起码得花手一手一手去提吧，嗯，那你提的话，我在收官的阶段，这个限制还是对整个黑棋的这个官子阶段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现在白棋把这个一连啊，这个形势其实黑棋虽然这步逼他是想去追赶一下，但他有可能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现在我们看黑棋是长啊，这里也挺有意思的，白棋其实本身它跟着爬局部也没有什么，嗯，只是黑棋就是问一下，对，这里也没有什么手段，因为你点我就粘，你打吃我就粘，就是其实黑棋就是问你一下，对，尝一下啊，嗯，以后反正劫材变多了，制造出了很多劫材。但这里白棋我感觉景山今天的状态很勇啊，他还要反击啊，他要先点你。但我看到白的拐的时候，黑的好像应该哦，这是机会是吗？黑的应该反拐。嗯，这是什么？这个地方如果我出来、比如说、对，这是什么呀？
那么黑的又要利用白棋中央啊气紧去做文章，然后再把白棋断掉。哇，这个是一个，这个等于说先把自己这个对全部送死，但是你只有三口气。刚刚我们说了白棋有一个很爽的是这个推出来，对，但是现在你会发现你推的时候就没那么爽，现在不行了，白的不成立了。对，那我们再尝一下，然后这一打就把白棋打死了、是这样，我只要这边不死是吧，我什么煎一煎我就只有拱活就可以了，最不致死黑棋、包括你白棋还有个打劫呢。哦，所以这个时候是个机会啊，要反击。嗯，那么你现在拐的话，如果说就是白棋是担心被断的话，那么他就粘回来吧。对，白棋只有粘回来，那黑棋再虎、他觉得拐下目数便宜了。嗯，因为黑棋觉得黑的虎白的应该爬。哦，但这很微妙的是实战白棋还是粘回来，白的也没有爬、就是这个地方白棋不爬也很奇怪，因为爬一个可以看出白的目数是明显便宜的。对，就不太知道他担心的点是什么。对，但看起来他只要觉得点的时候你别往这粘就粘上了。没有，他我觉得他就是在想爬一个能给黑棋留下了若干的劫材、那么我粘上你这就没劫了，等我打这种劫的时候这个劫材很关键。嗯，有道理。可能他觉得就是说你这些拐虽然我局部目数舍弃了一点，但是我还是在就徐徐图之，总对你这个劫我是瞄着的。白棋实战点掉。对，这几下其实点两下也是，就是虽然他把黑棋点中了啊，但如果以后你死进去的话你也是有损目的可能性。但是白的拐了点这是啊非常连贯的一个思路啊，我觉得是很正常。嗯，白棋思路一直很连贯，现在白棋其实一直是在补强自身，然后把你弄薄，造劫材，然后对，然后想着有一天我要干大事业了啊，这一点还一气劫我跟你打，万一把你打赢了我就赢了。是，所以就能看出来其实这个拐了点就很是景山的风格。对，因为你如果换一个受控的话，受控的棋手，均衡的棋手，他可能是觉得我点点目我一爬、哎，我发现这个劫我不跟你打，但是呢我牵制你咱们收一受控、这棋我可能要赢。但我们能感觉到从招法上景山的思路是我要造劫，我要把你变薄，我变厚，然后我打爆你，我用这种方式去赢你。对，我是有梦想的、这个万一实现了是。所以现在呢黑棋这个地方它是要补棋，它补了一个黑啊，白棋点掉黑棋立。它补在这儿也是挺拼的，因为黑棋不补在这儿你说我压一个啊、这个是赢棋的下法，切个搬粘，这一搬粘黑棋非常痛苦。对，你不走的话我还可以加过。所以我黑棋这个形势不好，不可能补在这儿，我肯定是补在目数最多的地方。对，但是你补在那儿的话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局部呢白棋也是有可能，白棋还是有手段的。白棋拐了一段，拐了一段啊，可以看现在如果黑棋正常一下我顶一个能不能杀掉你，可以。但是我觉得白棋可能就直接了，我要干大事业了，现在白棋会直接去去打缓一气劫了，因为这个地方白棋打吃了家呀，这个有好多枚劫材。可以数到一枚两枚三枚四枚五枚，白棋有六枚劫材啊，白棋有可能会直接去跟黑棋打劫。对，所以黑棋不能被白棋在左边这一带造出太多的劫材。是的，所以黑棋先拐一下，拐掉，然后推个。我看到决议给出的招法怎么呢，很有意思吗？应该想都没想过。飞，这是什么东西？他在瞄着这儿吗？他在瞄着什么呢？就是这步棋我觉得不摆出来的话黑棋根本不会往这想，但当你摆出来的时候就觉得诶好像是好棋。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有这个好像是好棋的这种感觉。我应该会贴你吧，我给你个棋。因为我们首先
黑的不飞，我们看看他有什么办法。嗯，黑的不飞，我如果长，嗯，那这盘棋就下完了。嗯，然后白的一加，由于黑棋这地方加不死白棋啊，黑棋是不行的，慢一气。嗯，那么刚才说过，如果黑棋想局部不让白子出头，只能顶吃，那白棋会打劫，要么黑棋就自己连过、嗯、下尖。啊，但是他这一飞之后，会发现白棋呢需要贴一个，刚才说过的。嗯，那黑棋再连过，嗯，由于有了飞和贴的交换，白棋这地方打不出来了。哦，就是这个尖和这下交换很有用，对，便宜了哈、啊，因为没有这一下的话，白棋可能会直接打了贴呀，嗯啊之类的。由于有了这个尖和贴，白棋三个子就无法去动出了。嗯，那么如果白棋想打，打完的话也是需要补棋的，因为白棋不补棋，嗯、黑棋是可以从这里。打了冲出去了，嗯，啊，这个地方等于决议的这步飞呢是一步好棋，把两边都给防住了，嗯，有点我们这个以前说一子解双争、哎、一子两用的那种感觉、哎、有这个意思，嗯，很妙，嗯，就是我觉得他不说呢我肯定不会往这想，但他一说啊好棋，对对对对，就想给他点赞啊，嗯，那但是实战好像青仔没有注意到这个、啊、他还是选择一个简单的拖，对，因为他看这个不行啊，他看长和退什么的，他知道这个顶黑的风险太大了，嗯，给白棋这儿留下一个劫库之后，上方的缓一气劫就是很现实的一个打劫了，但是你拖的话劫不也挺多的吗，那比刚才要白棋难找的多、啊、哦，因为顶的话白棋找劫都是免费的啊，像这种打，嗯，然后继续收气，嗯，对。但是你拖的时候，景山就说：“那我就先不打劫了，嗯，咱们先在这儿，我先打出来，哈、啊，去制造头绪，打了贴，嗯，啊，白棋是会想办法弃子，对，因为你断断的话，啊，你也能吃了，我就把你打住，我可能先不打劫，先跟你继续慢慢走气，嗯。”黑棋要出头，好，你看白棋也是贴，继续贴、啊、白棋它其实就是一个弃子整形，对，因为这三个子并不重，就是我给你吃这个比如说六七目，我只要外面先手把你封住，那你就会发现你之前的这个子就逼得离我太近了，嗯，就如果我后的话，你这个子明显就相当于是有点羊入虎口，你自己送到我的后市上了，对，黑棋肯定是不能允许被扳头的，嗯，一定要长出来，对，但是这样的话白棋粘就成了先手啊，对，那这个是你的，嗯，没有办法，对，然后、啊、但是可以看白棋如果他处理不好他这串也未必便宜，他就出了两个子，可以看破了黑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嗯，黑棋的目数少，虽然少了八目，那你白棋这出来的子很重，尤其外面这块有断点，对不对啊，白棋自身的话也不是很厚，所以说现在这一代的战斗啊就是这盘棋的胜负处，嗯啊，不过你说我的断点，我总感觉我有这个贴，我就不是很怕。对，那我黑棋，比如说中间跳一个，对不对？就是先手，嗯、那就是有先手，或者我这个也是先手，可以看黑棋下步棋再一长再一并的话也是先手。该说个断，你需要打出来、嗯、啊，所以说这一代呢，白棋也需要啊谨慎的处理，嗯。所以可能实战考虑到这一代白棋是先冲了，对，白棋他不能再贴了，他贴的固然爽，但是下步的断也很残酷，嗯，啊，他贴完之后还有补断呢，他这个贴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嗯，先冲，嗯，嗯，这一代的后保很关键，白棋只要一后、嗯，那么把这个子一拉回来，黑棋就不活，是那黑棋以后黑棋可能还这想办法把白棋怎么弄断。嗯，那现在黑棋有没有可能利用这里的先手去冲断白棋？有可能啊，现在比如说黑棋冲一个，嗯，白棋是扳嘛，白棋扳，反正黑棋就先给你断了啊。嗯，这个我们也不聊别的，先把你断了再说。嗯，这看着啊，应该是比较乱的。对，我感觉其实黑棋是有贴的心情，因为刚刚你说了，既然这里有可能是对应着你中间无论如何要怎么补一个之类的话，那我觉得我这一贴局部咱们到底站成什么样，我觉得是有点看不清、嗯、所以不太知道这里就黑棋有没有可能能够反击一下，
当然他是否要反击肯定跟局面也有关系。对，可以看他实战。实战感觉黑棋下的相对简明一点，就是简明完不知道目数怎么样。对吧，实战等于黑棋在上面围了一些空。嗯。因为这里如果贴能成立的话还是挺严厉的，好像。就是不知道这种病是不是对中间肯定是先手啊，就有没有可能白棋也有别的办法。白的。但我目前还啊，会不会这个病是不是感觉还是像先手？嗯，大概率是先手病。嗯，那我贴你，你怎么办呢？我怎么觉得我贴还挺厉害的？嗯，不是特别清楚，因为白棋这个地方尖冲的话，就是白棋是想出头嘛。嗯、白棋如果出不来的话，他这些子都不便宜，所以说他必须要想办法出头。嗯，会不会白棋就是这样？我就跟你拼了，我就贴出来。然后你如果断我的话，我就什么靠一靠，对，我也不太好组织这个次序啊。嗯，这样我觉得也是挺有风险的白棋。其实白棋或者这些 哦黑的这里也没活。对，其实很乱。但是你没活吧，我这也有尖了贴，就是咱们反正大家谁都没好啊，对，都不怎么样。嗯。对，但总之谁都没好日子过，咱们俩。对，但是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如果说，比如我病是先手，那你这被我对拐，这个白棋应该在上面是很难的，因为你顶了挡完，我就搬了粘，这里还有靠嘛。嗯，就是感觉上这样的话，其实黑的是有东西的，或者说我先怎么，对，就肯定因为白棋如果搬被黑棋断掉的话，黑棋这两个子是可以考虑弃子的。嗯，因为由于白棋中央有断。所以说白棋在这一带肯定也是必须都得用强。嗯，谁都不能退让在这地方。对，是有头绪的我觉得。所以这里感觉，因为我们从之前这一带的进程来看，感觉现在黑棋的形势是不容乐观嘛。所以就觉得如果说有一个比较看不清的战斗的机会，是不是可以考虑拼一下。现在可能觉得他战斗不太行，他可能用了一个排除法。他觉得战斗不行呢，他就是去收怪，他觉得这直接冲出来，他判断一下，觉得胜算不高。嗯，他觉得慢慢收，对，毕竟对自己的收数可能更有信心一点。毕竟时间应该多一点。啊，对，我刚刚看到好像是，青仔还剩20分钟，然后景山大概剩3分钟。哦，嗯，所以说确实可能进入读秒，他觉得这样等待机会会更有把握一些。白棋打赤啊，这。做了一下交换，像这种地方，黑的一般就不会去提劫，因为没有意义。对，因为黑的提劫，白棋想提，随时就给你提坏了。嗯，没有任何意义，就算了。好，那你觉得这个打吃是就打一下，还是像打将呢？都有可能，有点像打将。嗯，因为我觉得正常来讲，毕竟是一枚劫财嘛，我没有必要一枚超级大的劫财，一枚劫财全盘最大的劫财。这下步这个题的目数我就难以想象了。这样的、行，那我们看啊，现在我们唯一的期待就是景山读秒了，看看能不能犯点错。因为如果说双方都下特别好的话，确实现在白棋形势还可以。嗯，我们看。啊，现在黑棋希望在上面围出一块空。对，但是这棋黑棋一旦退缩了，就是要考虑到白棋一会儿侯完之后，黑棋等于自身变薄了。尤其后薄，如果白棋全部后的话，这个缓一气劫是非常现实的一个劫。嗯，是。因为想，如果白棋侯，黑棋需要跳脚去做活的话，那黑棋做活这一带就有很多劫财。嗯，那白棋一开。感觉黑棋风险也蛮大的。嗯，所以黑棋现在等于呢，我估计青仔的思路是他觉得形势不容乐观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抢木，所以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一阵子黑棋对于木很敏感。嗯，就是他希望我如果在上方去围成一定的实控，那这样咱们在木数上的差距就弥补回来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相应的我们看到白棋越来越厚。对，白棋你看可以看从尖冲，然后这白棋走后之后，黑棋中央四个子
啊，包括这一代，啊，总之黑棋棋薄了，缓一气节就非常严厉。黑棋棋厚的话，这个就缓一气节当做不存在，嗯，就好啊。是。那我觉得我们先往下看哈，我有一个疑问。顶。就是。翻。对。就我现在想问，就是中间这里是来不及了吗？就是比如说黑棋现在有没有可能在这一带，比如说点一点跳一跳把这定型，有可能怎么去定型呢？比如说现在点白棋可能会靠点一个靠，要靠断，我靠断啊。嗯，黑棋可能无法抢到一个特别理想的先手。嗯，那我比如说就现在黑的由于不能顶吃啊，黑的顶吃白的会猴啊，你就不在那儿了，对，我顶吃的，刚才说过的顶吃，对，因为大家注意这一猴完这一挡这块要死，对，因为下方这一挡对黑的来讲非常的残酷啊，这一挡黑棋就直接起立了，哦，局部就没有办法硬了，对，这一挡白的只要一挡黑的就完了，这边基本上，那我如果就吃一下算了啊，但黑棋肯定不肯，这个地方太损了，看着。但是我为什么这么问你呢？是因为就是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下成这样，然后你去围中间的空，和我哪怕跳一下，对吧？我跳总可以跳到吧？跳总是。对，比如说我这样，对吧？大家可以记一下现在这个棋形，和黑棋粘上之后，粘上之后，因为白棋猴的时候对这边是先手嘛，嗯，就是你要补活。好，你补活，就黑的现在已经来不及了，现在你要跳的话白的有可能会跟你转换，对，是不是有可能性，对，我是看到了实战的进程，所以我觉得就是后面我看到白棋是直接这样围在这儿的，我总觉得被中间被围成这样，感觉黑棋，那我最起码如果说我刚刚定型成这样的话你也不太好围啊，就是如果我抛开厚薄，我只说你围空的话，定型成这样的话，我白棋就不会去猴了啊，我白棋应该会走。那我就靠嘛，就是我这肯定是损了，但是中间的木也挺大的呀，就是走完这一块，不过白棋相应的损了脚上的史莱姆。哦，不知道，那或者说我就跳一下吧，我跳一下，我总损的不是特别多吧。是这样，你跳一下的话，我白棋就打个比方，我吃一个，嗯，你靠一个，嗯，那么由于你跳一下之后，我这没有断点了，我白棋就直接什么打了虎出啊，就我上面还没解决。对，这一带由于黑的是粘在这里的，嗯，你看黑棋的这个下法是比较强硬的，嗯，那就要在这一带付出代价，嗯，是。可能也不好操作，嗯，感觉现在很难，就是黑棋等于又不舍得把这变化全卖掉，嗯，但是不卖掉，我们看这个景山好像判断的很清楚啊，我们看一下黑棋粘上以后，白棋都是先手，命令型，白棋猴一个，黑的跳进去，嗯，啊，白的冲，冲了加，这个局部肯定是损的，但他为了抢到一个先手，当你打了拐的时候，我挡。这一挖粘你受不了、啊、挡还是先手，嗯，你得这样，我中间先挡一下，他又再定型几下啊，还在这边挡掉，啊，拐一下打吃，然后再回到底，就从进程上看总感觉白棋下得很顺，对，就是白棋你看刚刚我们觉得中间有一个复杂一点的战斗以后，白棋我觉得他思路很清楚，就是他是舍弃了脚上的木数，上面也给你围了、嗯、但是我们看到中央其实白棋也长了二十多目，确实白的已经中央已经长了二十五目了，嗯，而现在当白棋把黑的都吃了之后，一直强调的就是缓一气节，其实现在缓一气节对黑的来讲非常致命，嗯，由于下方这一带全是劫、啊、对这方上方 这一带全是劫，然后啊左边黑棋这一带也全是劫，等于白棋有若干枚劫财，嗯、啊、而且白棋越来越厚，嗯，白棋好像在就是有点像打补丁一样，一个一个把自己都加固好，对，这缓一气劫现在感觉、啊、太严厉了，
就可能黑棋我觉得再收一会儿都是自己要开始补了的感觉。我们看看黑棋怎么办啊。黑棋下到这儿的时候我看黑棋啊清仔还有17分钟。哦，那很下得很快。确实清仔的这个快枪手的人设不倒，就是他确实是用的时间比较少。但我感觉现在就是时间是一方面啊，但这个格局就是我感觉如果景山思路很清楚的话，他就算读秒他可能也未必说会犯很大的错误。因为他现在思路就是你看他就是把自己下后，而且我下后的过程中其实我目并没有亏特别多，就是我也是一直在找目，对，我也在收着目，然后这边有劫，上方有劫，然后这把其实黑棋这块其实一会儿也未必活透了，那就这里下方的这个劫对于黑棋来讲是很担心的。嗯，但我们看一下现在的目数，就黑棋是不是不可能自己去补呀？对，所以他的时控又没有好到说可以自补这个。黑棋自补一手，等于说几乎是要停一招的感觉。嗯，就收了一个逆收啊一两目的价值，那肯定是不可能。黑棋补棋，我觉得最少是要补在这个侯一个的位置。嗯。啊，但是其实这个局部的缓一气劫还是存在的，就算黑棋这整块不死，那这个地方的缓一气劫还是存在的。关键我粗粗点了一下，我觉得白棋的目也非常多啊。白棋其实就这一块，它很可观，中间这就25，然后还加上上面延伸出来，白棋的目也很多，主要是，就黑棋确实本身时控好像未必。对，黑的本身时控就不太够。我点了一遍，白的已经有50几目，已经可能快接近60目了。对啊，那其实我们看一下黑棋的目并不大。嗯，这地方目很少，对，由于白的一路力是硬腿。上方，对，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就是景山的这一系列下法，它还是有它的道理，就它这个目确实是少的可怜。这个上面，白棋拐，嗯，黑棋只能粘上，白棋再爬。对。黑棋只能拐一个，那不是被收的就没什么目了吗？是的，这地方就是收紧的嘛。啊、这黑的一二三四七目棋点，八九十十一，啊，这块就天哪，12目棋。嗯，那我怎么觉得白棋不跟你打劫，也未必够啊？嗯，不打劫已经不够了。嗯，因为我们看啊，等于黑棋忙活了半天，如果这上面只有七目棋的话，那它中间这个死的，就哪怕黑棋之前，它等于。就是黑棋之前这个 B 就等于没有抢到东西嘛，就是他虽然是因为形势不好他去拼了一下，但等于说就是局势应该说越来越严峻，现在等于是黑棋根本就没有空去补这个地方，黑棋必须要继续抢目。对，可以看出景山还是非常厉害，善战啊，这个日本第一人。对，就是虽然他跟这个赢范廷钰的那盘棋是感觉最后就是感觉范廷钰出了一点这个错觉，我感觉 对，就是有点幸运，但他其实之后就是对昨天对变相一的棋就其实质量还不错感觉。 就感觉变相一反而不发挥，就其实下的感觉对被景山完胜的感觉。其实可能就是像之前说的，景山赢了第一盘棋之后就感觉自己活动开了，放开了。 对，我们看到现在镜头里的景山还挺紧张的，景山确实因为对他来讲，我觉得他一年真的他很少能下到这么快的比赛，就是在日本他的大棋战都是两日制，或者说而且景山感觉不太下世界比赛，世界比赛中很少能见到景山。对，相对吧，相对而言，因为他的日程也比较满嘛，就是日本国内的这个七大战他一参加他的日程就很紧。然后清仔的话其实本身快棋应该说肯定是他擅长的。对，因为中国农心杯选拔还是很不容易的，得赢三盘才能出现。对，等于是在等级分前32，也就是说我们最精锐的人里要连赢三盘。应该是等级分前24，那就更精锐的这24个人里然后去选出来的。嗯，所以说感觉这盘棋确实可能景山更放得开一点啊，现在感觉黑棋是需要等待白棋有没有一些失误。对，看一下现在白棋走到这儿，白棋点，该点目了。确实黑棋正常收这个空不太够了，我觉得得让白棋有一些
啊，这个棋打劫的邪念啊，这个就打着打着劫，咱们转转换，是不是就对打着打着劫可能还打吃了一下啊，黑的打吃一下，然后把这个粘住，白棋看看他走什么啊，白棋搬啊，白棋来收这边关，搬和立是一样的，对啊，搬的时候黑棋没有去理了，黑棋知道这个自己收回去肯定是不行了，黑棋跳啊，这是一步争胜的态度、啊、拼命的棋，这个跳还是显示出了啊，秦宰他已经他自己判断清了，正常收我肯定不够了，我要是像刚才摆的我们就粘，然后把黑的这个啊自己拐回来，目数可能就已经啊完全不够了，没有什么机会了，在这里呢黑棋先跳进去，对，就是如果你要冲断他可能什么顶一顶他就对有手段，我们来看看啊，这个棋本身黑棋这个顶是不成立的啊，跳这个都不成立，那么由于黑棋这个右上角粘了一手之后啊，白棋没活，啊，这跳都是一切都是为了准备工作，那么就为了就这一档，哦，这一下这个白棋的，因为这里是连不上的，你跳会被我挖，对，所以这样的话呢，白棋这里死了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对，所以说从黑棋这步粘啊、到跳，黑棋就是希望白棋去出现一些错误，是的，啊、可以看那说明这步搬也是啊，秦宰肯定觉得他特别希望白棋走这步棋，这步跳进去，但是这个地方感觉现在景山的思路也很清楚，他知道这个地方我有问题啊，不能冲了，对，他就先那中间我先不要，先看看你上面怎么办啊，景山在这个地方也给我们秀了个手劲、说我给你上一课啊，这期我有打了一家的好手，前提首先啊，当然是因为他这个粘是先手，对的，是的，哇，这个很严厉，可以看黑棋打吃，白棋粘住啊。由于这粘对这个啊黑的左上角是先手，那么黑的需要补棋，白的再一打，黑的是个打劫虎，这变成一个打劫，而且黑的四个子已经先死掉了，哇，这打的一家非常厉害，对，但黑棋在走之前先点了一个，点的话我们刚刚说啊，他黑的先倒啊。对，这个不仅是目数，而且我们说了白棋没活嘛。对，就你如果走上面，白棋这一冲，可能这局部的目数，所以他要先打。先把你白棋变得不活。尖，然后再点。好点。中间我有什么办法？我好像也没什么办法。总之，黑色肯定是想挑着怎么乱的怎么来啊。我能不能用到所有的先手把你断？但是断被白的一冲，我好像没什么办法。很可惜，这个断不掉。啊，就是我一断，你一单冲啊。这我很尴尬，对，就是如果说白棋是用掉打这一下的话，那我还是有点指望的，我全部都纵掉然后一尖，对，但是问题是白棋这一单冲我已经收不了场了，我一挡被你打了靠死，然后我一连你走外面，在这一带景山看得很清楚，就是只要这地方打劫，中央你四个子跑了什么都无所谓，对，只要我这儿不死，对，然后我这一个劫就够，我只要这块不死这块不死，那打劫的话黑棋是不成的，是黑棋病粘开街，可以看白棋下的都很老实，然后关键是上面这个对于白棋来说就很残酷啊、对于黑棋来说就很残酷，确实啊，这个劫白棋是免费的，而且我先提了四个，而且先提了四个，这已经提了你十目棋了，对，我已经把你中间救回来的这个成果给抵消掉了一点，然后现在上面这个劫我总会有一定的收获，对吧，我无论是用这里的劫材或者是这一带去牵制你，对，而反观黑棋啊，没什么劫，除了这一带有两枚劫之外啊，应该就没什么劫了，所以看黑棋找什么劫呢，这里肯定没有这个大，这个没有那个大，这四个子肯定太小，而且白的还可以跳进去，
跳进去黑的是活的，但是还会被搜刮。对，等于我消完劫跳完，我一虎，你是要打了再做活。啊，也就是说黑的不能乱挤这一下，挤掉的话黑棋就不活了。是，那其实黑棋就没有什么劫了，黑棋现在劫财也不太明显。那么黑棋实战挖。哦，挖这个，这个是劫吗？白的打，黑的甚至连提劫都没提。嗯，黑的提劫可能担心白的把这个给抓掉，啊，抓掉完再打这个缓一气劫，黑的觉得我全盘实在是没有劫，嗯，黑棋甚至连提劫都没有提，粘住。现在这我们刚刚说大概15目左右，对，这样白的他也就不考虑，15目多一点，嗯，啊，打这个提了，嗯，啊，上面这个很明显，20多目肯定有的，而且你还跳进去还有虎。对，这个黑的损失感觉又损失惨重，因为白的跳进去之后，这劫一多，这缓一气劫是不是又给打爆了？我感觉，对，我感觉好像就是感觉这就是围棋，就是当你知道你可能本来差一点嘛，嗯，然后为了去争胜的过程中，你就要挑你觉得复杂有变数的招法去下，但是如果对手都应对无误的话，那你可能体现在这个胜负上是差距越来越大 对, 对，就是可能会输得更明显这样的一个状态。嗯，黑的断掉，嗯，啊，白的，哎，啊，就来了。这个景山真的是得理不饶人，是还继续打这个缓一气劫，要把黑的打爆。因为他说我上面刚刚提到了呀，我这里跳一个免费劫财，嗯，多开心。对，因为现在黑棋也不能去消那个，消完以后你这边的劫我就可以把你打爆了，所以我就这样一步一步的跟你收，你就很头疼，我就提劫。包括白的这打吃这种冲啊，每个都是劫啊，包括中央的冲，嗯，啊，是我看这个景山决定开上去了，黑棋搬的时候，嗯，他就说我开劫。对，这个感觉有点要快要结束了，这个棋是吧？感觉黑棋太难了。黑棋主要每一个局部都不能死，比如说右上角这个很直观的就看到好几十目，嗯，但这个地方我们说如果牵扯到现在暂时不牵扯到中央，但是这个是先手嘛，等于吃你还要补一个，对，哎，对黑棋来讲很难了现在。嗯，这也就是刚才说过，我看到蒋奇说这是团体赛，如果个人比赛啊，应该早就认输了。嗯，对，对，确实不会。如果是个人赛的话，应该就不会再继续了。嗯，因为只要明显不行了，而且可能越输越多，对，下起来就比较痛苦。对，其实这种棋大家知道，就是对于棋手来讲是很痛苦的，因为你知道，就是你并不是说这个棋正常你又有机会去坚持，而是你在寄希望于对手去犯一些特别简单的错误。对，嗯，可能是那种打吃看不见，或者是说是一些滑标超时这种非常低级的失误。所以这种时候，其实从自己的心态上来讲，往往自己的比赛一般就算了，就这种棋你不能指望去对手犯这种，这不太可能啊。对，但是因为是团体赛，就总觉得哪怕有一线生机，还想再继续坚持一下。对，现在我们看也是在慢慢的追上他的进度，但我们看到黑棋还在挣扎，黑棋断，黑棋断，白的还要赢吗？白的其实不赢就 OK 了，这消个劫，黑棋肯定本身还是冲这个，冲这个比这个，我们就用肉眼可见吧。这打吃才有多少目？嗯，这12345677个子是4目，嗯，这就也就20多目。这黑的这40目，不是，我看到了景山的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吧。景山太过分了，我觉得大家看一下，他是什么叫做，就是他觉得自己占的劫太多，他不仅这个印哈，大家看他提劫。然后他找这个劫，找这个是他的劫，对吧？嗯，这是白的劫啊，这没办法，好提劫。然后这个，对啊，黑的说我吃这个，那你正常来讲，这个形式咱们谁都点得清，对吧？你就收这个肯定没问题。对。但是白棋说我有劫，为什么不给你打？他还要站在这儿，太简直了！他就说我就是劫财打爆你了吗？嗯，这我也但是不理解是为什么？对，但是。他算清了是吧？这里没有劫了吗？那我觉得很奇怪啊，黑的现在挤的时候，为什么白的会消劫呢？
没有啊，因为你走完他先提劫，你找完这枚劫。是找这枚还是提的？提的那枚 已经找就是因为白棋没有劫了啊，白的已经找了这个提掉了是吧？没有，是白的现在沾黑的提劫，白的去找这枚劫，然后他觉得自己没有劫了。这，所以我觉得白的其实下的也挺，现在这有没有可能？哦，好像也没什么可。那这个两个转换，白的应该亏了吧？白这死了，把这吃了。对，我感觉不便宜。这两个我们需要好好判断一下。嗯。但我感觉白棋有可能本钱比较厚，就是反正我觉得白棋没有必要，我觉得白棋之前就吃让你走，然后真的下就好了。这个肯定比这边大啊，这边不到50目，这边肯定是50多目。那白棋所以在干什么呢？白棋等于自己转了一波把自己弄死。对，诶，会莫非这棋有机会？我实在是不太懂这个景山是在干什么？对，因为我们看啊，他现在明明他可以吃这个嘛，对吧？嗯、吃这个我觉得就很简单。吃这个我觉得黑的肯定要认输，这吃这个黑的冲这已经输很多很多了。嗯，但我们看他干嘛呢？他沾这个，嗯，然后你提他要找到他最后一枚劫，他觉得他没劫了，好一提，这时候哎呀一急怎么办呢？其实正常来讲，白的沾完把这个扑死，应该看着也还可以哈、嗯。但他也不，他要吃这个转换，好，对，然后你断。然后我搬这个，啊，他意思说他觉得我能把你这个尾巴小尾巴留下来一点，留的不多，能留下来一点。这我硬在哪？就退一个是吧？就退了尖是吧？嗯。退了啊，退了粘。然后再尝一下。白的甚至都不吃这四个字。啊，白的说我补劫。白的把这个给补住啊。哎，但是补助、有东西 我还可以给你提一提啊。没有，这黑的是个连环劫。哦哦，哎，哦，这很好吧？啊、那可以看，如果白的能吃这四个子，肯定四个子大，二四六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对。啊，但我感觉从招法上看，景山点清了。景山觉得，就是跟、我只能说白的非常没有必要。嗯。对，我们看到这个屏幕里可以看到两位棋手的状态哈，就是，青仔还在下，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进入读秒，现在不知道，也不好说，因为确实这盘棋景山进入的比较早，嗯，然后后面，哎，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最后给大家算一下总账，白棋肯定是不便宜的，白棋等于说。他本来他有第一种方案，他可以这里不死，然后吃掉这里嘛，然后你吃这一点，我们正常收官。然后第二种方案是我这里不死，然后这里都给你，我把你这儿踢掉。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加这儿，感觉也比这儿大。然后他实战呢，等于说他选了 C， 对，选了一个其实是最亏的方案，但是呢，架不住他之前本钱比较厚，就是他确实可能只要说简化局势的话，他的之前的成本就是之前的本钱比较厚的话，确实，哎，是不是这个画面我们感觉看着像下完了，因为景山、对，在穿衣服是，那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手吧，看看青仔是在哪手。哎，我看还，但是我看棋局还在，又下了几步吗？我们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的贴，啊，又下了几步。白的跳进去，黑的冲，嗯，景山，景山好，我们再摆几步，还要再拖。哇，景山这个真的 是可以拖，这个的话，一般的棋手也会拖，嗯，啊，因为这个拖是很明显成立的一步棋，嗯，是。那我们看到就是在白棋拖的这一步的时候，嗯，就青仔认输了。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日方的画面里呢，景山是在跟谁复盘，对吧？嗯。然后青仔感觉一个人面对屏幕就会有点，对，肯定是落寞的感觉。这盘棋下到后面确实，应该青仔知道明显不行，我觉得坚持了得有50手吧，就是知道自己肯定是不行之后，就坚持了很多手棋，打了很多手劫。嗯。但是由于前面差距比较大，对，看到现在青仔是离席了，
对，然后景山这样的话收获了三连胜，哇，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们农心杯的这个赛场上，等于先赢了我们的范廷钰九段，然后赢了卞相英九段，然后又赢了我们中国的李倾城九段。接下来明天他将迎来韩方的二深中的其中之一，也就是应该是申敏钰吧，就是申真绪还是会留到最后。对，我觉得应该会留到最后吧。嗯，那可能这样的话，就是明天景山会来迎接申敏钰的挑战，但也不好说。对，这个我们可以期待一下明天韩方的排阵。那这样的话通算一下，我们现在等于说日方是包括景山还剩下三个人，然后中方剩两个，韩方剩两个。这个我感觉是日本就是近些年来从未有过的最好局面。对，因为我参加农心杯那会儿已经很多年了，已经六七年了。嗯，我感觉那会儿的话日本好像每一届就赢个一盘左右。对，我记得有一阵子，平均下就赢一盘。有一阵子是日本只要能获得一胜就觉得这一届还不错，咱们这个颜面尚存。嗯，但像今年景山三连胜啊，而且是战胜了这么强大的棋手，其实已经让日本围棋我觉得会很振奋。是的，这一届农心杯呢也越来越好看了。好的，那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这盘棋解说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关注日韩战。好的，好，再见。那谢谢大家。